背负着四哥哥的死，幸福地待在你身边。你还真是喜欢花，原来在大司空府里这样，现在在皇宫里还这样。你不喜欢吗？喜欢。青锁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不知怎么这里忽然很疼。是不是旧疾复发？没事。真的？参见皇上。何事？近来脸色不大好，是不是不舒服呀？啊，没什么，可能是伤势还没有完全好，也不觉得哪里不舒服。
兴许是皇宫太闷了。这样吧，奴婢给娘娘梳一个漂亮的发饰，等一会儿皇上来了，娘娘让皇上带娘娘四处走走，心情好了，脸色自然就好了。嗯。参见娘娘。什么事啊？有人将这个盒子送到宫中，说是给娘娘的。是谁送来的？侍卫说是一位姑娘，说是娘娘的一位故人，叫风儿。风儿。他还说了些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就说娘娘看到这个东西就明白了。风儿呢？她现在在哪儿？已经走了。娘娘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是。小莲姑娘，一别数月，知你安好，落于心里稍加安慰。长公曾说，没有小莲，生无可恋，因此君前弃剑，未赴皇宫。皇上日夜审问，长公不肯交出青鸾镜，得以蒙你之罪，无力回天。长公念念不忘小莲姑娘，将巫石戒指视为珍宝，临终前将戒指交托洛云，洛云乃罪人，不配保管戒指，特命风儿潜入周国完璧归赵，洛云誓与长公共生死，小莲姑娘之情来世再报。
娘娘呢？皇上恕罪，奴婢醒来的时候就没见过娘娘了。皇上，皇上，快快去找娘娘！快快快快！娘娘。Qingsuo！ Qingsuo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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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模糊了初见时的模糊。